徐霞客曾这样赞叹黄果树大瀑布：岛珠崩玉，飞沫繁涌，如烟雾腾空，势甚雄伟。这是我与黄果树的第二次相遇。奔流了千万年的白河水凌空而下，空气中都是水汽的氤氲，而我在空无一人的景区自己玩得不亦乐乎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鸟语声。也许这就是我一再向他奔赴的原因吧。这一次天星桥给了我最大的惊喜，有石，有藤，有桥，有瀑布，还有溶洞。钟乳石千姿百态，最大的溶洞直径可达150米，实在震撼。一路向西，下一站见。